马桶你搁这翻箱倒柜找啥呢？搁这，你看你把阳台弄的，刚才那火腿不是给你拿出来了吗？喂你了吗？你又搁这翻的，你疯了你啊？啊？这里面哪还有火腿啊？那儿更没火腿，去哪找呢？去哪找呢？你这个吃火腿吃不够啊你啊？马桶，马桶。哎哎，我喂你多少火腿了？喂你多少火腿啊？吃不够？你去把你那块给我收拾干净去。你找啥呢？没有火腿，火腿喂过你了。你疯了你啊？你看你天天把家给造的，那里面没了。你要死啊！你要死啊！你搁那扒拉扒拉，你我都踢死你了！扒拉啥呢？扒拉！你打扫啊这卫生！滚蛋！起来，把这收拾一下。你看你弄的，家伙败坏起来可有能耐了，可有能耐了。谁给你的本事啊？谁教你的？啊，不学好，看你弄的，你看你弄的，给你准备那么多玩具，你都这样来报答我的啊？还能把它拉出来，你咋那么有能耐呢你啊？哎，能把人气死，这家伙真的能把。你给我消停点啊，马桶。行，没东西了，这里面给你放好了，不准拆了啊！再不拆一次，你试试。这个球不是，这球是我的。啊！保安，别来这边了啊！把卫生打扫干净不容易。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疯了你啊！你看。你是吃饱了撑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欠收拾，你别把那个壁画给我撞掉啊！哎妈呀，你跑了一天了，这精力还有这么多呀？还有这么多精力啊你？啊？你看看，哎呀妈呀，哪来的这么多精力啊，马桶？明天都让你拉雪橇，让你拉小车去。你看，行，玩吧，玩这个也比拆家强啊，比拆那个强。拆家拆的这家伙，能把你气死。消停点啊！我打扫卫生了，别再捣乱了，听见没？我说你听见没？你给我过来！哎西，天天能被这傻狗给气死，可无聊了。其他狗都被他玩的已经没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，被他玩的精疲力尽，都玩废了，现在都在屋里面睡觉了，只有他，只剩他自己了，人家都累得不能行了，他还在外面精力充沛的跟啥似的。你看，也不知道找啥呢，来回闻呐，来回找啊，那把家里找个遍，找啥呢马桶啊？你去找大黄去，去找大黄去吧，去吧，找大黄去吧，去吧，大黄，让马桶陪着你吧。他搁外面拆家呢，把阳台那边的那个鞋柜还有那个什么全拆了。你不能拆，就前天就行了，前天那个柜。啊，你在这跟大黄搁这玩吧啊，我去外面把外面弄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肉给你，那骨头他能吃吧？哎，那个带肉带骨头段子吃吧，没事儿。给他吧，你在这吃吧，我怕他跑到沙发上吃，这傻子。哎，你说这马桶他以后捣蛋不是更厉害了吗？拆家捣蛋，还有肉奖励着吃啊，对不对？在家捣蛋还有奖励，你说要是谁不捣蛋呢？不能这样惯他啊。我去把外面收拾一下，这家伙弄得不像样，尤其阳台呢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哎，好吧，你跟他看着他吧。
傻子。